大家好，我是可人。Welcome to my unconventional Chinese class. 我在新西兰旅游的时候，只有一个月的旅游签证，所以我租了一辆车。在我整个新西兰的旅程中，我一共在车里睡了三次。这三次经历让我对旅游甚至是人生有了新的认识。第一次呢，是我想要去一个废弃的金矿探险，可是它离城市很远。如果我去了下一个城市，我就不想开回来了。新西兰有很多汽车休息站，所以我挑了一个离 hiking trail 最近的休息站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人睡在车里。我一边听犯罪节目的电台，一边幻想某个连环杀手会打破我的车窗。一整个晚上什么事都没发生，除了有一点儿冷以外。这个经历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安全，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危险。去试一试新的东西吧。第二次睡车里是因为我那天爬山爬得太慢了，没有时间开到下一个城市，所以我在中途找了一个汽车休息站，它在一个很美的海边。那几天我的心情非常非常的不好，我不但孤独一个人，而且觉得很孤独，所以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，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。我离目的地还有很长的距离，但是我实在开不下去了。我不知道我在哪里，新西兰的信号就是一坨屎。我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停下，前方是一片海。我决定今晚就睡在车里，我知道会很冷，但去你妹的，今晚的月亮又不大又不圆，但星星很亮。我附近还有几辆房车，但我不想出去社交。我在这堆人中间感到万分孤独。我觉得天地间仿佛只有我、星星、月亮和浪潮。我超想撒尿，可是外面太冷了。我把头靠在后座车窗上，仰望着星空。我心里有很多话，但我不知从何说起。我不知道从何说起。那是我在新西兰最冷的一天，但是我不再害怕。第三次睡在车里，是因为我想一个人去湖边看星星。结果湖边不但没有星星，而且下大雨了。我坐在车里想了很多很多，我想知道快乐的真谛是什么，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有一个洞，我想知道我的人生到底少了什么，我想知道怎么样变成一个更无私、更有耐心、更独立、更成熟的人。我想知道怎么去爱，我想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。我周游世界并不只是为了享受人生，而是因为我想要挑战困难、挣扎还有成长。我此刻很痛苦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周游世界这个决定。
我思考了一年，准备了一年，放弃了很多，最后终于行动了。我现在说不清旅游到底教会了我什么，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会知道的。我在爬 Mount Cook 的时候看到了一座纪念碑，有的人在探索大山的时候失去了他们的生命，所以他们的亲人把他们的名字写在这座纪念碑上。其中有一句话说， For solitude sometimes is best society。 没来新西兰以前，我以为新西兰会帮我交到很多热爱大自然的朋友，然而新西兰帮我认识到了孤独的力量。离开美国的时候，我带了一大堆朋友送给我的首饰，想他们的时候我就看一看这些首饰，后来这些首饰一个一个的断了，现在呢只剩下我在巴西买的石头了。我一个人坐在车里，我看着这个石头，这个石头也看着我，好像在说，归根结底，只有你会陪你走到最后。最后，我想说，陪伴有陪伴的价值，孤独有孤独的价值。我希望我们都能在孤独中找到内心的力量、智慧，还有宁静。再见。